各位同学，今晚开始上课，请大家起立。起来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这个顶头哦，只有一个王子了哈、哦。这个王子来对，这是我写的哈、哦，来对有差不多一百万字呀。哦，为荷兰时代，哦，发表个日据时期，哦，荷兰荷据时期，哦，一本子，哦，第二本子对正式王朝，哦，对，就狄仁公的代志，哦，第三本子就是满清据台213，哦，真侪人讲满清占台湾212年啦，但是我讲213年，哦，这意思甲讲。日本占台湾50年还是51年？应该是51年啦，吼，莫想客气啦。哦，你人家1895年来占，啊，占完1945年，啊，5+5，吼，对不？51嘛。安尼算讲，你袂使讲安尼算50年哦。啊，这满清吼是213年，吼，啊咱。真侪讲封建啊，拢讲较短淡薄啊，吼，唔知安尼起毛子得好去到位，吼，唔知啊，吼。但是咱都叫满清占台湾213年，啊，日本时代哦，今仔日直接是在讲日本的建设，吼。啊，这个网站内底哦，你能看到我所写的一寡有关历史的书，吼。啊，一个后边一个一本，就是讲看到国民党来，吼、哦，甲台湾奴化、奴隶化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叫做，所以我写一本书叫做奴隶，奴隶，吼、哦，所以内底拢看得到。啊，我奈何人看免钱？因为咱台湾都欠这个知识，所以爱该普及，和每一个人哦，拢知影台湾的历史。这是我的目标，哦，啊，当时我要去研究台湾历史嘛，是讲，啊，我迄个吴凤这个人是假的，这个事实是假的吼，啊，假个读个小学课本拢有嘞吼，啊，我的头家是藏一挂笨手，啊，我的头家那藏一挂笨手，大家头家拢藏笨手，啊，我要把笨手清出来，所以。去研究历史，啊，写出来，予大家看，哦，虽然也有印制出来啊，但是你若要推广哦，都就去网站来对推广，哦，这是咱先讲这个网站的代志哈。今天就讲18集，哈，主要讲日本在台湾的建设，哈，伊是在建设什么物件？地方吼、哦，来去公路、桥、港口、村口、电力、电话、自来水、主体学校、病院吼，这个设备吼、哦，归台湾拢同时落去处理，同时落去去啦吼、哦。啊，户口调查吼、哦，人际、地籍吼、哦，建立近代地权。因为晚清时代的迄个地权吼，是讲你有几家土地，啊，你其实有10家，你可以讲5家，吼，啊，所以就晚清的官员大家拢推，吼，啊，5家大家扣5家的税，吼，啊，剩5家哦，啊，都无扣税，啊，日本人来，明明这套吼，跟日本人讲我5家。哦，啊！你5家地做，哦，对呀，哦，好势，甲你确定了吼，剩下5家变成政府的。啊，政府的日本政府提着这土地哦，诶，上哦，第6港哦，给400家出来哦，啊，上哦，郭元龄，哦，辜显荣了吼，就是台泥以前董事长的老爸了吼，统一货币。
诶，第1911年，就是日本占台湾16年了后吼，啊，日本政府大概日本诶货币实行伫台湾，所以台湾为1911年开始用诶钱，就是日本钱，吼、哦，啊，统一度量衡，度量衡吼、哦，即中国诶历史有记录诶是秦始皇。 哦，统一度量衡，而且很伟大的工作。啊，刷落去2000年，无人伫注意，所以中国笑哦，乱七八糟，有较长的一笑，啊嘛有较短的一笑。啊，若要卖你哦，用较短；啊，若要甲你卖哦，用较长的。哦，所以这就是中国文化。啊，看到台湾人用的迄个台笑，啊，你这较公正，因为台笑是拢经过荷兰人鉴定的。 哦，啊，一群十六娘，哦，这都是实行的，这沿海的所在。啊，用台湾笑的人叫做台湾人，哦，啊，台湾是什么意思？台湾是在台南有一个庄头，有一个庄头叫做台湾，哦，啊，迄写法哦，台是台湾的台，哦，啊，湾是园林的园啦，吼。 台湾，安尼才对啦。咱即摆写毋对，咱即摆写台湾，哦，你有感觉哦？迄毋对嘛？迄弯弯哦，港口弯啊，吼啊，溪湾吼，迄是弯嘛，那叫做台湾，哦。就是习惯上，咱过去叫做台湾，哦啊，因为并无做无文字，哦啊，所以。 咱个写做迄个园林的园，吼，啊，但是后壁人吼，诶，满清政府吼，啊，都甲你写做台湾，吼，即讲一个错误，伫邦桥嘛毋对，邦要安怎写？样写未？一个木，一个方，四角个方吼，即是读做邦啦吼，一个木，一个方。 方形吼，四角形的吼，方形哦，叫邦。咱南部有一个叫做邦寮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么写下叫做班桥，一个木，一个反字吼、哦，这是班，吼、哦，这嘛唔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家己的地名吼，以后爱知影讲，嗯，应该是安怎写较对。 啊，若要改起来嘛，会使，要改过去嘛，会使吼。家己爱知影。啊，发展农业，吼、哦，台湾糖，第1939年，生产量140万公吨，这不得了，这是天文数字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台湾一个出产米、金蕉、黄梨。 1918年，三晋合明株式会社在新竹开设一个大地园哦，2034家，哦，2000多家，你看一个国民学校一家，哦，一个国民学校大概是一家，啊，2000几家，不得了，目睭看去拢看袂到，嗯，搬家都八位个。 所以台湾的茶有出名，你看有水无？哦，啊，同时，这宛如吼人间仙境，刚才是人间的仙境，吼、哦，安尼实在有够水的吼，啊，茶，这就是茶种茶啦吼。哦 啊，电力发电，台湾近代化了后，爱有发电厂。哦，1919年，明时元二郎，这个人哦，要就是死去了台北市哦，十三号公园来对了吼。就是即卖即个
南京东路、甲新兴北路交接口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所在，伊讲伊是台湾人，要倒来台台湾，啊、哦，伊这个名士袁二郎哦，发电水力发电开始了吼、哦，啊，建立台湾电力公司，去日月潭水力发电厂。根据1923关东大地震、1930年代经济萧条重大打击，在1934年吼、哦、完成了，哦，完成一个台湾发电所，哦，大家可以发电所，发电量10亿44万千瓦，哦，就休息了，哦，这不得了，这是当时真伟大的发明了，哦，和台湾享受到世界上低廉的电费，你看卖，咱即摆哦电费钱要甲你起啦吼，唔知你起唔捌嘞，啊那对无日本人一个屁啊，对袂着啦吼，迄阵是世界上低的电费，哦，啊因为有电厂了，所以高雄氮肥厂、哦、铝业、哦、台湾电话、台湾瓦斯。台湾化学工业，哈，台湾船舶，台湾国产自动车，哎，国产自动车呢？哎，台湾在做汽车啦，好，南方水泥，哈，形成台湾完整的工业化架构，好，台湾自己的发电，够台北的，中产丰源替工厂诶原动机，哦，所以家己生产发电设备，就是讲发电厂在做，诶设备哦，家己做。哦，你看，这是当时的情形啊。这是这张相片，你知影讲这是欧巴啦吼，日本时代日月潭水力发电所哦。诶，相片啦，哈，哦，这个日本人在发展对台湾做的代志，哦，啊，1936年，一当地时间的时阵哦，安尼个翕过来诶相片，啊，即马看不啥清楚啦，哦，但是知影讲，迄个时阵哦，迄规模很大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明石原二郎。啊，即马讲嘉南大圳吼，嘉南平原北边位罗水溪，南边到曾文溪，南北长吼92公里，哦，东西宽32公里。原来是这个所在是善假的所在，哦，但是雨量平均吼，哦，年2500公里。咱即马讲一个风台来吼，哦，都有300公里、500公里都起水灾啊，对不？吼，哦，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哦，年平均雨量2500公里，哦，啊，台湾的溪水是虾米？台湾溪水溪是底，但是来的雨真大，啊，所以哦，一声了都爱下出去，哦，啊，所以水也流袂掉，哦，所以。这要安怎解决？哦，所以哦，所以到江南平原都要去水圳哈。第七任的这个总督明石原二郎，哦，根据原田纪兼甲八田雨衣，八田雨衣这个真出名，哦，八田雨衣，哦，规划乌山头水库。就设计一个乌山头水库哦，这个淹堤哦，长1273公尺，宽度56公尺，56公尺是外长外宽。你一间楼啊是三公尺，所以长三。因为60公尺就是20层高的
水坝，那60公尺哦，安尼较好算啦。你就知影讲，哦，20层楼，啊，20层楼起几片，哦，起几排，哦，啊，储水量，哦，1亿5000万吨，哦，啊，这个最晚的时候哦，有面积13平方公里。还专落设计这个灌溉集水路，集水哈，啊，分作南北2条线，北干线跟鲁水溪干线中间还有一条穿越北港溪河川的暗渠，这个灌溉用的水要安怎经过一条溪，鲁水溪，就是挖一个地下隧道。OK， 好，这个灌溉用的水行这条路，吼、哦，不是带这个水在行吼，全无去，全叫水了，水冲去，叫落水会冲去，吼、哦，这你不能有做这个暗渠，吼、哦，这个、给水路总长10000公里，吼、哦，这拢总有10000公里。这是亚洲东西第一大水坝，世界第三大的水坝。你知道清朝的时阵哦，满清政府是无要退咱台湾人做这个灌溉用的沟渠，拢是台湾人家己落去做。像讲在台北，啊、哦，这个咱有一个迄、那个卫星点。哦，看这个水渠到个上山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台北平原拢有法度的用，哦，啊，中部，哦，北部准，哦，一个叫做西处准，哦，是姓西的人去的，哦，啊，南部有一个六国，台北是郭溪流啦，吼，啊，南部是洪山一个一条三条，啊。啊，对，曹对，曹公俊哈，啊，都这个拢是民间的力量，哦，啊，这是日本政府用个政府的力量起的水准，当然更加大，哦。1919年起工，1930年完工，桃园大圳哦，在1924年，哈啊，1930年完工。这个批准哦，台湾的耕地面积大增，哦，这个耕地面积哦，你荷兰人来占台湾的时阵哦，到个郑成功去哦，这个西洋打败哦，迄个时阵台湾的这个水产呐、啊、吼，哦鱼啊，拢种偌济家。18000家，哦，迄阵拢总18000家，啊，这西龙哦，贪污，哦，加7500家，哎，第一个去也落地下落去，哦，这就是中国官员的标准作业，哦，啊，即马来讲，1930年完工吼时阵哦，耕地面积大增，由原来40万家变做88万家。这数据拢跳的咧，40万家变成88万家啊！第四王朝满清来台湾是18000家，吼、哦，按做比较，你就知影讲，哎，88万家是18000家的几倍，吼、哦。咱若做讲东西20万家啊，88万44倍，吼、哦，啊，那土地那有？给44倍，无是讲会使做产的土地吼，44万家。啊，原来是看天田，吼、哦，受沿海的土地变作良田，稻米生产量75000公吨。这看天田哦，是什么田？我调工吼去问一个我的同学吼，啊，伊读台大森林系哦，
我讲你去东南亚去看吼，东南亚的迄个国家哦，是一年收获一次、两次还是三次？伊甲我讲闹三次，闹两次，可能一次那里啊。我讲安奈奇怪，安奈台湾这边有收获两次吼，伊讲无同款啦。因遐的人哦，无水利设备，啊，天顶有水来，得种，啊，无水都免种，所以一年修成一遍。哦，气候比台湾较好，啊，但是台湾因为家己拢去做这个，这水的供应，自然。哦，咱的修行会较侪啦，吼，这是在讲台湾甲越南啦、甲泰国啦、吼、甲菲律宾哦，因气候比台湾较好，但是修行无台湾的侪。哦，这个是台南州嘉南大圳的水门，啊，这个就是八天雨衣，这个人吼。伊做好乌山头水库了哦，日本政府该调去南苗，哦，调去南苗，啊，去南苗的时阵哦，坐船，啊，迄台船去哦，美军该弄沉落去，哦，所以伊死在海中，哦，啊，一个专卖品，哈，上路。烟酒，吼、哦，将这样弄企业化，吼、哦，成为台湾重要的生产事业。哎呀，购物，这个军需工业建立，台湾电话制造阿摩尼亚，吼、哦，台湾制麻，台湾昆麻来做麻了，吼、哦，东京织浦电器，吼、哦，松山工厂。这座电器机械，三菱自制，日本铝业高雄厂制铝，所以基本上台湾有铝厂，这都是延续过去日本人所建立的一个工厂哦。台湾铝业哦，制铝，东台湾电力兴业哦，东方金属精炼哦，制造含镍铅铁。高雄制铁，哈，制造鲜铁；台湾重工，哈，蓄电化工业，高雄工厂；蓄电化工业，高雄工厂，哈，制造苏打，哈，高砂化工业；台湾有机合成化学，台湾化学工业制造硫胺。这就是讲台湾要近代化哦，不是讲你一行。有水利啊，产了有通修行安就好啊。你一个爱工业一步一步行，哦啊，日本都伫台湾建设即寡物件，哦，和以后的台湾人吼，即、這个日本造了后，台湾哦马上哦变作一个工业四小龙之首，那变作四小龙之首，都、就是因为日本人伫台湾哦。有训练一大堆的人，这种技术家，吼、哦，我譬如讲，我家己以前开工厂，我要伫车床工，哎、欸，真简单都有车床工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有真简单，伊那会响车床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有这个地形，就是拢是沿袭日本时代安尼过来，所以咱工业就随我都起飞。啊，像菲律宾的人，美军在占领都无咧个设备即挂物件咧，哦，啊，越南、法国人也无该创即挂物件，唯一台湾日本人有得家己创即挂物件，哦，台湾油脂这油啦，经过这矿山金矿，经过这矿山哦，爱稍微解说一下。这个满清要造井，
四五年，这个台北哦，去一条铁路，要去到桂林，哦，这是全全国头一座铁路，那全全国头一座铁路去的台湾，应该不是，应该是头一座铁路去的上海跟南京之间松湖铁路，哦，去好了，那车哦，七枪七枪，砰枪砰枪，这中国人惊到要死，伊讲这会把我插到我老爸、我阿公的，他们拖下在睡了，还会插起来，不行，要给他拆拆拆一下，完全没有办法拆一下，要去做台，坐这座铁路转拆来台北，坐铁路到桂林，在这个七度，桂林河顶头都挖桥墩啦，乌桥墩的时阵，在七度发现着桂林河吼有金金啊，有金啊！哇，一下都一日个三千人，大家拢在水金。什么叫水金？金啊，是用个水哦。是哦，你个土刷不开，经过水流，较轻的刷就流出去，较重的迄铁就流掉诶，你诶迄、那个。闽东的来对，哦，安尼叫做水金啦、洗金啦，水金啊，地里水哪水哪水，啊，就拿往较管的所在地去找，有三千人哦，逐日大家拢真拍拼的水金啊，水甲金过少，发现着迄个露天的金矿，这個、金矿就开始。这个荷兰探金最近，探我最近呢？当时一个达波人，直接我十年前的估计啦吼，能探金，直接能探万三块到万八块，是万八千块。那即摆的金价来算起来吼，几啊倍啦吼，直接多。明天还有，后天还有，天天有，这金啊都得挖啊！挖金啊了，金贵少哦。自然是变做达波人有钱，查波人都搞，所以变做金贵少，变做不夜城啦。所以今嘛去来看哦，金贵少真闹热。金贵少金矿哈，大方探矿。碳矿哦，北部有碳，哦，碳就是煤啦，哦，碳矿。当时美国哦，伊有意识要占台湾，因的报告是安尼写，讲台湾哦，完全政府一个一半以上的土地根本不是完全政府的土地，哦，咱的秘书长长有创几条，几条干那倒分来的几条地图，吼，对，在右边哦。拢是完全政府的土地了吼，这个，这个所在吼，出山有出山迄条船吼，美国想要占台湾，但是1899年美国甲西班牙战争，美西战争，菲律宾全挂号美国。所以美国专无来替台湾，本来美国要来替台湾，一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1865年美国有内战，南北战，南北美洲的对战争啊，南北战争啊，吼，所以美国专放弃来替台湾。当时替台湾有什么好处？葡萄牙人占着这个。占到澳门，占到澳门有什么好处？大家拢无在想，讲来讲来，知影晓交警来呀？这占到好处大了，因为中国出山
西方世界所无的 China 是瓷器啦，哦，China 哦，这个字哦，英语是瓷器 ，China ware 哦，瓷器，哦，啊，这个出产 China 是西方世界无的，啊，这个灰矮色哦是白，啊，用个陶器，西方世界会用做陶，不用做瓷，哦，陶器就是较乌的啦，较粗面啦，吼，哦，因为这两个，对，第一个瓷器爱有瓷土，第二爱高温，爱1200度以上，啊，陶土干那600度都会使制造出来，吼，哦，所以这个葡萄牙人就占着这个优势，吼，哦，也过另外一个产品就是。Silk 是蚕丝啊，西方世界无蚕丝，中国有蚕丝。哦，在2000年前，这个埃及艳后 Cleopatra 头一次跟这个跟这个罗马军团的这个修炼哈，凯撒见面的时候 ，Cleopatra 哦，即卖以后的电影哦，哇真趣味。但是大部分都是讲 Cleopatra 哦，内底拢无穿一件西亚做的衫，哦，所以曲线玲珑啊，一声这凯撒就倒落去啊，哦，所以引起后面的真侪故事哦。葡萄牙人占着。要甲西方世界无一个两项重要物件，哦，你即摆若做人讲有多位有沉船去甲挖起，一定是内底有瓷器，哦，那17世纪的船哦，内底拢有瓷器，瓷器你个即摆海水内底嘛不会歹，啊，死早早都歹去啊，哦，啊，伊独占中国的迄个独卖市场80年。啊，这个80年中间，所以引起这个荷兰人，哇，你安尼家己独霸，啊，中国人就拢推推嘛，家己唔知讲家己嘅物件，怎么遐遐尼贵嘅介绍，哦，啊，无去行出门，哦，啊，所以荷兰人就是要来抢这生意，头一项代志，荷兰人来个东方嘅时阵，就去打葡萄牙，伫澳门的守军，啊，跟澳门的守军哦，大家拢穿对穿的，哦。荷兰人是讲，阮两个荷兰兵，还是两个英国兵，都已经打败50个中国兵。啊，但是跟荷兰人对葡萄牙人落去战的时阵哦，无赢啦。所以澳门一个是在葡萄牙人的手内底，一个在享受伊巨额利润。啊，所以到尾就无法度再来占台湾，哦，所以这占台湾不是讲一声都讲台湾你真好，我要来占你这所在，哦，这故事哦，大家爱稍微了解。德当油田，这個，我今晚已经看无啊，迄阵敢有出产酒油，这個，我是唔知啊。当阿卡油田哈，采掘石油，有来咱台湾冇出产酒油，哦，但是量冇多了哈，啊，台湾肥料制作化学肥料，南日本化学，南日本制盐，哦，帝国纤维，台湾纺织，台湾黄麻，台湾水泥。台湾四素肥料制造氮肥，南海兴业、台湾护膜制造橡胶及其相关哈，如海运。所以讲台湾哦，在日本时代哦，工业都已经白起来了。哦，啊，即卖就讲，咱来讲一寡数字。
咱为荷兰时代就是出草，咱迄种荷兰时代出口的物件，鹿皮，吼、哦，出草，经济出现在日本时代一个假人，1912年出草金额450万块，1923年9842万，这是一三级跳呢。450万变成9000，加几倍，加十几倍，加20倍，吼、哦！经过10多年来加20倍，1937年到个1亿3263万块，1亿3000，还是1912年450万倍，算50万，哦，500万，吼，算500万。500万，1亿3000，200，这个给三给500万，5735，给20几倍了。哦，所以你看卖，这一个管理价吼，推下来吼，他多我听咱个潘良华在讲，伊讲吼。阮台湾有一个车祸，啊，一个头壳弄歹去，摕一只猪头来个倒落，啊，猪头倒落去，哎，过去讲话，过去做代志吼，啊，这都是摕猪头的一个案例啦吼，这是人日本人是该倒人头啦，唔是该倒猪头啦，吼。啊，佮你讲这个时阵，台湾人伫海外的企业。1930年代，跟着日本南面的脚步，台湾企业也在外地海外快速发展。哦，其中有台湾电力公司在广东汕头、香港、马尼拉、碧瑶建立支社，进行电力开发。菲律宾的马尼拉电气社会、国营电力社会回家了哈。碧瑶市电器会社等8家委托台电经营管理。台湾唔止家己做电厂啦，然后去管理南洋各国。哦、台湾银行在1900年在厦门设立分行，佮陆续在香港、福州、汕头、广东、上海、九江、汉口设立。到啊，大正年间哦，新加坡、四水、三宝龙、巴达维亚的雅加达哦，开一些分行，哦，积极参加在中国的贷款投资。我一个朋友是台湾银行的经理，啊，我问伊讲，恁公司吼、在日本时代在厦门啦吼，在汕头啦吼，上海吼，有些分行。伊讲我拢唔知，这就是换一个政府换一个头壳吼。哦，台湾银行迄个时阵有些分行在中国，哦，啊，即马即挂分行已经通通没有了。这是台湾人在早期用的迄个钞票，写10块。这是古代币10000块，啊，40000换1块，啊，所以他都系迄10块，会使换40张，40张10000块，啊，40000换1块，啊，这是中华民国摕孙中山的相片吼，所以你爱怎样讲，咱的货币经过。经过中国来管理了，哇！家里的钱拢抢打打，大家过去，大家拢讲想讲，家己过去，阮老爸无钱，还是阮阿公都真善，唔对。恁阿公的钱去用抢去，用抢唔知，哦，40000换1块，啊，你也够有几块？我讲我有100万，2块啦。吃一顿再去饭啊，你啊，都给你100万吃完，
啊，你安尼会好个？哦，过去伫日本时代，咱的生活水准是伫亚洲仅次于日本第二关。哦，啊，到个国民党来的时阵哦，都落灾啊！哦，一个月专卖品，日本些些专卖的酒肉、茶香、酒。和企业化成为台湾重要的生产事业。哦，这酒肉，咱的酒肉是生产量是占全世界70%，这不得了。啊，茶米哦，啊个烟叶酒哦，嘛真重要。军事工业建立，台湾电话制造阿摩尼亚。台湾制麻，台湾昆麻，哈，做麻了哈。东京织浦电器厂、松山工厂制造电器机械，三菱制纸电做阿鲁米。好，啊，东台湾电力兴业，东邦金属精炼制造含镍鲜铁。哦，高雄制铁。制造鲜铁，台湾重工哦，真多，即个现代化设备哦，拢来台湾设，因为安怎呢？台湾设啊，除了家己用以外，也可以说外销。哦，台湾油、纸、制油、金瓜椒、矿山金矿哦，大丰碳矿、德产油矿。当阿卡油的产哈，乌水泥啦哈，啊焦油啦哈，等等，还有南日本化学、南日本制盐，帝国纤维、台湾黄麻、台湾水泥哈，台湾水泥即卖也还够跌啦哈，但是必须高价盐的啦哈，哦，还有个海运。讲到这，就想到以前哦，郑氏王朝的时候哦，郑成功把台湾作为一个海运的中心，哦，去南洋，北去日本，赚这个国际贸易的钱，哦，啊，要求这满清来台湾，哦，哎，海禁，你不使行海，哦，所以。长即个潘亮华有在讲，即个人吼去坐小小台船，那是坐小台船，因为大台船你去大台船爱较侪时间，啊，按照小去小台船，啊，小台船经过乌水沟吼，十去六四三楼一回头，十要经过遐六个四个遐，哦，啊，到台湾就四个，啊，三个楼的台湾，哎。一个也阁讲啊，台湾嘛无好，我等来大陆吼，三楼一回头吼，即个就是啊，但是即马吼，日本人诶时阵哦，阁鼓励海运诶代志，好啊，刷落咱来讲日本时代人口诶变化情形。1900年，日本人多来占的时阵，是台湾人有284万人。好，284万。好，经过两年305万。好，但是无含原住民啦，哈，就是即马讲讲，1943年人口649万，1943年就是我1945年日本战败前两年哦，有户口调查是649万，好，其中自然增加的人数333万人，就是讲在43年间，人口自然增加近1.2倍，好，每5年人口自然增加率由5%。上至15%，哦，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哦，人口在增加，
啊，增加的速度啊，真紧。好、哦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，日本人向上登去日本，估计平民32万，军人15万7千人，合计48万人。哦，啊，战争期间哦，台湾人哦，损失30万人。有的人去做日本兵，在海外阵亡，还是讲这个美国的美利教来台湾轰炸，吼、哦、啊，4个人，吼、哦，损失30万了，吼、哦，这个时期台湾人口减少了总数的1/10，哦，但是为东南亚、菲律宾、澳洲、香港、太平洋，吼、哦。韩国、印度、夏威夷、琉球、越南及西伯利亚返台的人哦，有40000多人。哦，这就讲台湾人口哦，哦分布的情形，日本时代拢有记录。哦，台北医校，台北医学院啦，对，即马台病院的1000科啦，哈，全身哈，训练。1888名的医师，哦，1888名的医师，这挂人哦，来和台湾人的寿命哦增加，哦，这下口会讲到。1920年以前，台湾的出生率啊，40%左右，40%都4%了哈。192645%，45%，啊，但是死亡率，哦，1920年以前是30%，但是1921年以后死亡率降为20%。所以讲，咱哦出生率提高，哦死亡率降低，哦，咱台湾人人数就增加嘛。台湾的医疗公共卫生已经有长足的进步，所以人口自然增加率从19世纪的3%，急速增加为25%。人口自然增加率，哈，3%增加为25%，3/1000病例跳几倍？跳7倍，3/74/7跳8倍。哦，这挂数字哦，拢无法度更改了，这不是在本规规的哦。哦，这我是为这个李栋明日据时代台湾人口增加之研究，哦，台湾文献第20卷，哦，来对资料来抄出来，我相信这挂资料是真正确的资料。台湾人的平均寿命。1906年，大伯李伯黑，那下给，因为迄阵有个晚清的通敌，晚清通敌到1895年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阵卫生设备、医疗设备，大行拢要个差，哦，所以大伯李伯黑，查某李高黑。1940年提高为大伯41岁，你查某46岁，但是同期的中国人哦，1940年哦，大伯34岁，那一个41岁，伊也得34岁，啊，查某38岁，咱的查某46岁，啊、哦，日本人在1936年，大伯是47岁，查某50岁。所以你按过这个数字，你就知影讲啊，到底这个政府是对啊，唔对？伊让你寿命增加，吼、哦，咱哦拢无去注意看这个这种数字，这款数字就是讲这个政府对的，哦，为着百姓在做代志，啊、哦，乃木总督在1897年。命令在岛内设立病院，十八个所在进行诊疗，啊嘛请英国人，哦，做卫生工程的技术顾问，
负责台北地区的地下水道设计工程，负责做些地下水道。咱台湾，你去路的看哦，路拢哒哒，但是你若去印度哦，厝的外用的水哦，废水哦，都倒一个大路去，啊，所以大路加一捆，加一捆，哦，臭个要死。哦，这就是印度要被开发，哦，啊，咱台湾在迄个时阵已经有进步啊，这情形，哎呀，哦，啊嘛叫英国人来负责台北的地下水道，哦，咱有阴沟，阴沟是啥物？你一声看袂到，哦，点头可能要破迄个水泥地的。火力也在打的，啊，阳沟，阳沟就是一看就知影讲是水沟啊，哦，而且，嗯，安尼好，啊、哦，啊，要防止传染病、霍乱、伤寒，哦，天花、赤痢、猩红热、白喉、脑膜炎，哦，各种的鬼咯，拢有。安排预防接种，就是讲，你即个人爱来种这个，种这个，譬如说我都去种个牛痘，哦，互你袂生天花，囡仔时阵就去用，互人掠去种，还无种嘛，无使，哦，啊，这就互咱的寿命增加，哦，啊，同时对这个畜产的进行。牛疫、猪瘟、狂犬病的扑灭，狂犬病都在日本时代，咱拢无狂犬病啦，规个台湾拢清气溜溜。但是最近两岸直通哦，狂犬病过来啊，所以你要知影讲，这是行进步的路啊，行退步的路。好，咱休息休十分钟有啊。啊，我加一个段落，啊，休息十分，请起立。